在香港机场偶遇冯小刚一家三口，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看样子不是工作和拍戏，而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旅行。在候机的时候再吃了个快餐。当天冯小刚穿着很低调黑色的高领衫，搭配上黑色的休闲裤，很随意。虽然是低调的出行，但冯小刚一头白发还是很醒目，特别是在一身黑衣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的白，似乎是白癜风加重了，头顶上出现了一大块白斑，后脑勺也出现了很多白斑，花白一片。雪帆子坐在冯小刚的对面，虽然没有露面，但也能看出徐帆打扮得很低调，一身黑出门，和冯小刚穿着同色系的情侣装，戴了个渔夫帽，不想让被人认出自己。一旁两人收养的女儿雪朵乖乖地坐在中间，安静地吃着饭。许久没见雪朵，没想到一晃眼就长这么大了，头发也留长了，戴着眼镜感觉十分的文静。从背影看，雪朵很瘦，身材很好，感觉在桌子上坐着大长腿都无处安放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当初夫妻两人收养的女孩都亭亭玉立了。由于冯小刚有白癜风，不想儿女遗传，和徐帆商量后决定收养一个孩子。